刚我在商场松开女朋友的手，看她多久能发现。你不想牵我手是不是？关键就在玩手机，你亲的人都不知道。你欠不欠了？皮痒是不是？强行掳走。你以后别再牵我了。你不要生气嘛，你坐。我还有一把锁，是不是锁上来之后我们就永远绑定在一起了，永远分不开？嗯。什么呀？那 YSL 的520新锁礼盒。哇，好高级啊！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？你快打开看看。这只 YSL 1966是无法复刻的红棕色，好显白啊！对呀、啊，很有气质，很拽姐。这只是冷茶色呀，感觉好随性，无上控就可以涂哎。还有这只1968色是蜜桃杏粉色，好温柔，好适合拍照。喜欢吧？哈，送你新锁礼盒，就是想把你牢牢锁住了。锁住了，锁住了，这辈子跑不掉。